Ah, JJ Panther. Oh, JJ Panther. JJ 又翻车，连续两次翻车，我们看会不会三次连续三次翻车。SGN第一个左地多了，不想拿冠军，冠军拿到手软，所以给他带一次机会。 比赛进行了45秒，各自都跑完了2圈，麦田现在第一，老张第二，三弟第三，和第四，袁杰第五，杰杰第六，李少第七，天空第八。李少是怎么进 A 组的？徐少怎么进A组的？他给了我30块钱，我把他拉到A组。哦，懂了。 那你看50块我也没捡。所有的观众比较不懂的观众可以注意，现在准备要进植入的这台红色黄色车，吊门他的这台车，我看到了，这部车呢就是我们的徐少，30块钱白给了。我比赛进行了1分30秒，麦田投球，徐少第三。 什么情况？他还吊门开，他还问助手什么情况？哎呦，天哪！这是 A 组赛的吗？双倍的排名又发生了变化，前三的排名又发生了变化，麦田仍然是第一，横爬升到了第二，杰杰第三，袁杰第四，三弟第五，老张第六，天空第七，徐少第八。哦，杰杰爬升到第六，哎呀，他说了，翻车就是翻车，无所谓，跟我追得上。 证明了前面你去斗得很啊，后面慢慢的开，照样超掉你。今天好像还没有人撞上配件墙吧 ？A 组拿第一的人等一会儿再表演一下。比赛进行几分钟？比赛进行过半。好，现在排位呢？ 天空翻地，老张横，啊，今天麦田三平，老张横，天空，袁杰，徐少，小心，小心，哦，好，徐少，你还要跑吗？徐少，继续。 go！好，大家注意看，现在植入上这部全部的车，就是我们的徐少。植入人小心，植入人小心，植入人小心，大家注意植入人小心，警告解除，警告解除。平时他应该是 C 组的赛员，C A B C 的 C 组赛员，不过今天呢，他会过了我们的 body， 所以呢，直接升到 A 组。刚刚吊门开的，现在准备要进植入了，就是我们的徐少，看他漂亮，要翻跟斗的样子。 哎呀！哎呀！所以看，他也翻。小心啊，徐少前面都是快车啊，你不要去影响别人啊。比赛进行了4分钟，徐少，徐少这个翻了又翻了。我发现每一组里面都有一个焦点，徐少绝对是焦点。你看一看，他又翻了。 老人家现在是第八了，你后面哎呦，徐少，你后面你要过了几台车啊？小黄车，请你让一下，你后面是快车，对，要双车那个。哎呀，这不用了，单车就干掉了。真不爽啊，你台车。比赛还剩下最后的24秒，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杰杰、麦田、三弟。 徐少呢？徐少是橘头红色车，然后黄色，哎呦，哎，重新跳，回去给我再跳一次。所有的观众现在看一下我们的重点车，也就是现在准备要进直道的这部红色车，也就是徐少。
老汤说车，简简说车，能说车。不上说车，啊，局长你可以说车了吧？麦田说车。啊，局长我能说车了吧？全部说车，全部说车，局长表演一下。对观众的强烈要求，徐少表演一段单车。好，徐少现在来调节。好，大家拍手，大家拍手。好，好来了。